性，挑选颜色枪上金戒，领一届传奇，颜色枪上金戒。会当在条为官，也来第二件案件，我想要来问你，你家中可有出息啊？敢问圣兄，为何问圣兄家中可有出息？有所不知，我洪歪，洪才关键，你成色一表的好人才，心想想要挑选你为这东窗驸马呀？这个，皇兄言心着急啊！龙我故乡敢无娶无妻啊？原来为着君主这层的亲戚啊，享受荣华富贵在家事啊！我老君貌堂好俊。国官献俗在雕刻，素质败露就不好，身体两难该如何啊？该如何？比你去我若要出门就要趁一时，这好的地位啥人无爱对，我是爱做受封，在，我恁良心大喜，封你为这东窗郡马爷。铁板呐，铁板呐，正地半响，几个？好，既然我做万岁，万万岁，平天平世，平万岁，道经速顿礼座，礼座。既然我做万岁。本当上家里来，要不说一日相留，我就要问我听见皇兄
两口之风当冲滚冒，莫非是滚水流流要招呼酸晒了？是啊，魏洪外年纪中情，理所当然为他挑选夫郎啊，这是件的喜事。当今郡主要来选在非同小可，明日要算何人啊？这是东村郡八爷，感谢启用，感谢启用。要是东边之行，可以挪宝给他登名得相。可以，郡八爷。请请，这回包大人再回之类，你就是感谢兄啊。这是我感谢兄，可是随着面貌动动，今天就靠你来错的雕糕，哎，我讲是一要两门，不但是这将官龙家庭重重困嘛，罗宝家里就好，可是罗宝的贵姑娘你来请问姑妈呀你呀、啊、你叫你我当天为神，有我感觉你真水不红啊，在这个为官不贪不处为第一，既然是滚奏交心，那是红亲骨头，更加不能犯错。请问姑妈呀，你年纪多少啊？今年三十三岁，三十年我计超过。哎呀，感觉姑妈呀，你个性不管配称。包大人啊，我以为讲当天为神，你今仔日面前找我问话，只不过是一般的谈天笑。想未到你来问我，我年过三十，我家中有事事，哪里我再问你一句？问什么？我故乡地，祖籍贫寒，苦读十年寒窗，才会当来到京城为官。我面前大天空，哪里来小天空？答得好，答得妙。可是人家讲，你就是你要马上梦想。罗宝，人也开丰富，办案以来，多少的案件已经天相同，不过这记住。拜送入库了后，一包大汤，面上千古悔恨，看着姑妈呀的相貌动动，可是老爸不相信的家庭并无发生，所以我是奉劝你几句话，别出君主非同小可，可是。你那家丁官破车，欺官骗寻，还了十条之罪哦！哼，大名鼎鼎，包青天，包文进呐、啊！欺官欺官，人也开封府，查到天官的名号了，欲加之罪，何法不赦？你话中有意。故故代气，你来给我暗示，暗示讲我故乡地有错误吗？那无是上好，那是有当真直言说出，我宝可以门开一面，会当了事哩。如果你的暗中秘密唔肯说出，被我宝吊走，迄个时阵。滚妈呀！两不的你们，咱也开红路，出有三扎，三扎厉害，相信你也了解，老宝。
办案一枪，李臭绝对无贪官污吏，要我是了宽恕作表。所以讲舅妈伊啊，希望你一干是衰啊。走去，做人差不多就好啊。我来甲你讲，我无错无啦。你姑姑话中带刀，借边口倒边口，你当作我听无是不是？包本事。你等下开用六三三又如何？好好好好，你坚持讲我颜色上故乡有出息，人就咧讲，叫唔破就唔茫破，若要破就破一个较短。点在咧金銮宝殿，我要招你登宫。哈哈哈！哈，莫生气，莫生气，你声声提水，故乡无原配。你是了老鸨甲你的刺客，你要招我入座？对，我你教也唔教，我当然教。真好，如果我故乡地有出息，被你包文进化现象，那呢，我按世上甘愿牺牲人民开荒的三兆，给你主意。感谢是如意啊，杨哥，我甲收倒转啊。如果我干世上当心故乡地无出息，你要怎样啊？我要如何嘛？滚妈呀！如果罗宝掉渣，你的身世的后，罗宝生的鬼，这是我的差错。罗宝愿意挑手，万门地救。真好，红兄，红兄。洪彩已经去报警，所说言语，你也听得真清楚。我希望洪兄为阮所求，你下世世滚凉村，以报警为度为生。洪师兄，请你放心，如果伊滚马爷那是清清白白，哎呀，保证这条命，早就为国牺牲。不无怨念，你就我两年的嘛，生死滚凉村。叫你意思说，你生死滚凉村来。是嘞，是来。洪兄，滚嘛！伊讲报警，恁严重了。今天恁入下生死滚凉村，我里面重严向恁交代。以后。绝对袂有当挂点的差错，也那无，挂人也保不待人啊！你是今日啊是？今天可是两时大吉日，你所当年和你缘分拜堂，是啊，姓徐，来年当领红果。我当你的人头，宝兄，恭喜洪师兄，洪财，观看滚马，伊也生出一表好人才，文质彬彬，自细勤读四书五经，人情义理伊也见得，我人相信，伊家中并无原配妻呀，原来如此。洪兄相信就可以啊！有事再找，等个回去哦。去办。真是，洪财官可是眼色凶，这样老鸨一边，一边用失职，明明是最插心皮，想啥夺人。好好好，你家靠家庭，唔肯承认，罗宝连他翁条曼查明清楚。